跟你泳衣还一样是黄色。对，对，我们刚刚吓到哎、欸，很巧哎、欸，直接默契一个默契 OOTD 到。来，赶快，赶快，赶快！今天我们包场了。那个金鸡的钱也会从。怎么了？错了错了，我差点掉下去。你就是要这种画面，下去下去，给我下去。我需要热水。那我有一个很失礼的问题，好，我可以摸一下你的流量密码吗？来吧，我要摸了，我要摸了。哦，是真的吗？是真的，是真的，是真的。进去泡温泉啊！哇，里面很大哎。哇，好期待哦！因为有点冷，好想赶快走进热水里面。脚好冰哦！我们先去更衣室。我要跟进去吗？但是看你喽。好，那我来了。直接走去，我们去泡那个热的好了。好。好冷哦，我快冷死了。你们泳衣还一样是黄色。对，我们刚刚吓到哎、欸，很巧哎、欸，直接默契一个默契 OOTD 到。来，赶快，赶快，赶快！今天我们包场了，这么好，我听起来很像是什么富少。哇哇，好舒服哦！发现一件事，我怎么突然就喷水了？哇，好舒服！你们要不要也来泡一下？我怎么好意思跟你们在同一个水域里？你想自己来泡？直接被拒绝。外面超多蒲公英的，你没有看到吗？而且外面还有一个泳池哦。然后你们这边可以泡完，可以去外面泡一下。有点冷。是啊，几岁的人？我24岁。看你们这么爽，好不爽。欢迎你啊！要不要下来？欢迎你。我这样先这样下去的话，我会更不爽。女孩们。泡温泉看风景，你现在看出来明就是几个臭男生，都被几个臭男生给挡住了。分享一下今天的旅程啊！今天旅程真的是有多废，我真的不好意思说，我真的就是吃饱睡，睡饱吃，会不会太幸福了？对啊，所以我们结算那个通告费的时候，我们会、直接扣掉，是不是？对，我会斟酌给。斟酌给，就像你们昨天拿了2000块的那个零用金啊，也会从通告费里面扣。那个金鸡的钱也会从。怎么了？错了错了，我差点掉下去。你就是要这种画面，下去下去，给我下去。我需要热水，这里有一个口出热水的地方。昨天有请到金鸡母，如果真的发财的话，你要怎么回馈我？我就让你们当我的摄影师跟那个企划师，高薪聘请你们。我有很开心吗？高薪聘请你当我的企划师加摄影师。我看起来很开心吗？你看起来不是吗？蛮开心的。对啊，你就一直跟在我旁边就好了。不需要。那我好看吗？你怎么会说这种水话？我不允许你说这种。小丁，你说一句。怎么可能不好看？有吗？这个密码的角度如何？有啦，最好的是在那边，因为他抢走。怪他了。其实好像更适合来露天这种，然后就可以喝杯清酒，好像蛮不错的。但太冷。太冷。除非你先下去。那他们还想泡一下吧？不会，他们想去。这很舒服。你们不要用你们自己的想法来怪我。我就问你想要什么，你讲嘛，没主见。那你想吃饭吧。来啦。有什么拍写真的景点是你觉得哇，这一生我还一定就是还要再去一次？我上次是去，也是台南，有一间叫做男人女人，它的民宿，它的民宿真的超级美，很像在国外的那一种。不是拍写真，然后要跟朋友去的话，我还会想再去一次。指定那一家，对，我想你嘞。台湾好像有一个蘑菇屋，然后我感觉蛮可爱的。可是你是说那个哈比村吗？苗栗有一个就是很像，对对，苗栗，我有看过。你想去的地方？因为我觉得很可爱，这很适合拍照啊。然后那边都感觉就是好像离开了现实世界一样。你很喜欢很梦幻的地方。她就是少女啊，就是美少女。对啊，他自称香港首席美少女，不是自称，是粉丝。香港是什么意思啊？我第一位，我是那个写真天花板，写真女星天花板。那我有一个很失礼的问题，好，我可以摸一下你的流量密码？摸了之后，那他就变黄标。那我先不推出去了。不是，这个剪辑就变黄标。我没有，所以想要就是知道那个触感。来吧，我摸了，我摸了。是真的吗？是真的，是真的，从来没有怀疑过。那你很棒。